我是他真的死了，那我说哦，那这个终于死了。哦，那所以像馆长他不是有些指教吗？对对对。那这个体育馆的那个不是体育馆啊，那叫什么健身馆啊、哦？他不是骂吗？但是你说骂死我了。对。他到现在没有真的指名道姓哎，他又一下说什么、哦、他做梦哎，梦到一个叫丙中的，丙是那个甲乙丙丁的丙，中是中华民国的中呐、啊。他这个被告的还是知识很法律常识很不足、哦、因为听说他现在、那个、大家都知道是你啊，听说他现在有这个缓刑的问题，可是大家都知道是你、哎、但是他要找这个对还是要负法律责任，那他现在就是因为他怕嘛、哦、所以他想说搞个擦边球、啊、会不会可以凹嘛，大家都知道是王秉忠，所以我昨天因为君君在这边、哦、就不好意思讲那么粗，呵呵，我昨天我就问啊，我说讲我每天黄标我每天我都要黄标，这是我的光荣印记，赶快讲！我今天没有黄标，我就唯你是问喽。来，我昨天讲，我昨天我就问啊，我说你这个健身馆馆长啊，你到底有没有懒趴、哦、啊？懒惰的懒啊、哦，趴趴睡觉的趴。而且健身馆是贝哥哥的健。那没有没有，这种我讲这么长，他没有。我说，那你到底有没有懒趴？哦，为什么？隔壁桌都在回头，因为。你要讲就直接讲嘛，对不？什么话？我讲说终于死了，然后大家网友有些就在出征，对，我没有回避啊，哦、或者是攻李登辉没有错啊、哦，我没有在凹啊，哦、对我就是讲李登辉啊，我就是说李登辉终于死了、啊哦，我就是说那个要把钓鱼台卖给日本的那个李登辉死了、啊哦，怎样？或者是在那供啊，我也没有去凹说，哎呀没有啦，我是做梦啦，哦，像有人跟我讲。哦秉忠啊，你不要那么老实嘛，你可以说是你家的蟑螂终于死了嘛、啊、你可以说你家的蚊子终于死了嘛、哎、小波啊、对，那我就说不用啦、啊、像有人说你是不是讲王小波教授啊，对、哦、我不要这样子骗啦、啊、回在那边混摇啦凹啦遮遮掩掩不变啊，我真的就是讲李登辉终于死了嘛，没错啊，这是我第一时间的心声嘛、啊、我就是觉得哎呦啊打败都是假的哦，连前三天也是假的，连独派的上面渔夫还是那个蔡易竹老毒小毒、哦、包括陈柏惟在影射都说哎呀历史上最严重的事情发生了，2020都有很多可怕的事发生了、嗯、你们都在抢着秀嘛，对，其实独派的这些人就是抢着要比赛谁跟李登辉最熟哦、表现谁是架杠的根正苗绿，然后谁是独家可以说他先死，谁是独家，对不对？你们自己在做这个事嘛，那所以我说哦，那这次是真正中正戏啊，这就是我的心声，我没在嗯嗯呀呀，我也没有在躲、可是你馆长不是啊，你的照理讲你的声量好像在台湾是比我大啦，对，网络流量比我大啦，对，你在全中国不一定哦，你全中国你别200万粉丝哦，全世界万粉丝嘛比你较侪吼、哦啊，但是你台湾对啦，你的流量是卡拉干那卡侪啦。听说要上你节目，被你点名，吼、哦，还要 money 呢，还要 coco 呢。所以吼、哦，这届安尼伊甲我点名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届是讲点一个假的秉忠，我另外真名、哦，可能因为我没有给他业配费啦。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就是共匪骂我，哦，共匪生气了就代表我们说对了，共匪生气了就代表我们。让阿共生气了，所以让共匪来骂我们，尤其是卖国贼的共匪，那种垃圾，干人家狗娘养的、哦、那种共匪，我、哦、让共匪来骂我，我觉得是一种骄傲。谁骂我？妈的鸡巴嘞，骂我可多了，又想要告我，我不是白痴哦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让弱智、狗娘养的哦，他妈的来骂我们，我们觉得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骄傲，就好像他妈我们得荣誉勋章一样，这么骄傲啊！干你娘！以前的时代是他妈的杀汉奸。妈的，宰卖国贼！现在你把他骂的连他妈都不认识，羞辱到他妈的人人出去跟他妈过街老鼠人狠狠打一样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讲话不要那么卷舌，相当娘炮又恶心啊！我跟你讲啊，我要帮中共吸老二的时候吸的是非常的爽快啊！啊，难道我不能讲我一直帮中共吸屌吗？啊，难道我们不能讲明明就是事实吗？帮中共吸屌啊？难道不能吸吗？啊，我有讲错话吗？难道不能吸老二吗？啊，是不是？卷你妈的鸡巴舌啊！干你娘老鸡巴的，捐捐捐！操你妈的，回你个中国大陆！干你娘老鸡巴的，台湾有你这种人，我真他妈丢脸的！骂谁？他妈的隔壁老王，我兄弟，怎样？妈的，干你娘的鸡巴的！舌头是怎样？舔人民币舔到舌头卷不起来，是不是？吹喇叭嘴到他妈的鸡巴的舌头坏掉了，是不是？讲话就要他妈的带点卷舌啊！卷你妈的鸡巴啊！卷你妈个老鸡巴啊！操，听着真恶心的。
干你娘！你可以他妈的这么恶心，他妈活在台湾，真他妈不容易耶！你妈个鸡巴嘞，恶心巴拉了，我操！欸，很少人让人家看到我想打人的冲动，你真是他妈的不简单嘞！你也是个人才啊！他妈的鸡巴就是一副打我打我，操他妈人体沙包啊！是不是一副他妈的很想要他妈被大家他妈轮番他妈把你打死？那个不行，有法律啊！你懂我意思吗？不然早被打死了，你知道吗，狗儿子啊？卷你妈个老鸡巴！卷卷卷！操你妈的，还敢点名啊？我的名字是让你叫的吗，狗儿子啊？他妈的，我台湾英雄哎、欸！你他妈什么？你中国英雄是不是？啊，中国狗啊！他妈操你妈的，中共狗！干你娘的！一句话，做台湾干什么？这么好，他妈的，赶快去啊！所以他不愿意点真名啊，哦，他就点一个假的丙中。你赚到，你赚到，啊，马奇对，马奇胜瓜赚到了。我有说过，我没有花业配，竟然当好这个健身馆的馆长，搞我点名。哎、欸，哦，我说哦，好高级哦，我被点名了呢，也没有付业配呢。但是我还是要问，哎、欸，你有染趴无啦？你的钓小，你是有钓小的啦？懒惰的懒趴下的趴，啊你是安怎啦？是因为有奉缓刑两年，讲吴宗宪甲你过，所以今麦你就要懒觉揪起来啊！你现在要缩阳入腹啊！哇，今麦真正三公分哦！讲话拢唔敢讲啊，是哦，哦，今麦咱咧霸三 Q， 所以你今麦嘛三公分啊，都还好三 Q Q Q 哦，今麦嫩嫩 Q Q， 揪懒觉揪甲变三 Q， 哦，揪甲变陈柏伟。哦，所以人是陈柏伟，陈柏伟，你这边变陈柏伟，陈柏伟，你知啦，我唔知，这句我听得到。佛教共馆长是 number one 诶，馆长是 number one 诶呢，教共馆长是顶酷酷诶呢，人练甲规身躯拢是足硬诶，对不？啊，哪会讲即个揪起来变三 Q， 变陈柏伟，我就甲。淡薄啊，感觉怪怪，你知影无？怎么？哎，讲话照讲，伊是直接来啊，要骂就骂，要叫就叫啊！哦，王秉忠狗儿子干你娘，不是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个讲啊无啦？那秉忠是做梦啦，做梦的秉忠啦。我有个幼稚园的同学也叫秉忠啦。甲乙丙的丙啊。无叫小无难怕啦，要骂相就直接骂啦，对不？我讲你顶回中正系啊，我负责。哦，大家要来出征，因为安尼袂爽我，我心担嘛，对不？嗯，啊，你唔是啊，你骂佫唔敢骂，佫我伫遐叫起来，变三 Q， 很跳痛哦，足奇怪呢。我跟你讲哈，网友听得超爽，网友听得好开心呀、啊。但是哦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你那个口条论述没有那么好的，你不要没事发文说什么谁死啦的，哎，口条没那么好的就算了，我们就像大家讲的，心里放鞭炮就好。心里放鞭炮。哎，啊，口条没有那么好的，像之前那个王浩宇，我们在议长过世辞世之后，在郝杯杯辞世之后。他都发了那种暗示的文，就是类似西后那种文。那他口条又不够好，他又不够机灵，然后他就要被罢免，就被出征了啊！你要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理，这样子。就说得过去，没错没错，那就是我们讲什么啊，自己承担嘛，啊你要自己有一套你的道理要讲得出来嘛，对啊，有的人的道理是用遮掩的，那我比较不喜欢嘛，对对，因为我觉得遮掩就是很假嘛，不是删文，对，然后就删了，对，你明明讲谁就讲谁，所以很多朋友建议说，哎呀，你可以凹嘛，你说是死蟑螂死蚂蚁的，我说不要啦，这个不是我的风格啦，我本来就很真嘛，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像君君是美女就是美女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用骗人啊，哦，刚刚。有网友说君君是黄标女王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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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